Hello， 大家好，然后我依然是肖战，然后今天是我们什么是什么节日？中国特有的、专属我们的七夕情人节，对。所以你看我今天粉 T、粉帽，是不是很符合主题？不知道，今天你们都干什么？或者说是以前的今天你们都干什么？是喂别人吃狗粮呢，还是自己狂吃狗粮呢？我觉得七夕要聊点什么呢？要不就聊一个梦中情人的话题好了。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，自己在小时候或者是现在哈，去内心里面构造的也好，或者说是你遇到的也好，喜欢的另一半的样子是什么样的？像我的话，不告诉你，好了，我就是怎么说呢？看感觉吧。我觉得你要硬要我说一个样子，其实也说不出来。对，之前有说过温婉居家，对不对？但温婉居家，你们也觉得我在敷衍。所以今天我拿出了我的看家本领，也不是看家本领了，就是我有准备，我有把它提前画下来，当然画的比较潦草，给你们看，看到了吗？这是腿，这是它的样子，哦，看到了吗？我有认真准备吧，不知道为什么是模糊的，就这样吧。又回来了，因为我们有画脸，因为我觉得相貌这个东西其实并不重要，我觉得重要的是感觉，真的是那种感觉，就是要让你觉得很舒服，是吧？有没有看到你自己的身影？